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请大家翻到烟供功德。为什么我们要做烟供？就像我们点香也是个烟供啊，所以你要点香最好是买好香，那至少是清净食物的，千万不要用化学药品啊。我发现很多印度香是用化学的，闻了人也不舒服，不要说佛菩萨了，你还不如用干净的食物，也可以化成香啊，清净的树叶做起来也可以变成很好的香烟。那只是我们还要超度那些六道有情。那中阴身是以味道做食物，他喜欢喝牛奶，他喜欢吃饼干，他喜欢吃饭。那我们会用把这些食物用热的煮汤也变成味道，或是用火神加持化食物为甘露妙味，帮助他们啊，这叫烟供功德啊。当然呢，在西藏尼泊尔，他们地广人稀啊。人少啊，烧一点很好的松树叶，好香啊，所以他们就流行这么做。那在我们汉地呢，就变成做成一支一支香，一支一支香。只是我们以前认为点香就是供佛了，事实上错了，佛已经成佛，也不需要这些花香啊、水果啊，佛一切为了众生。所以我们供香，佛加持这个香，就像各位浴佛的时候，这个水可以下池，浴佛的时候点个香，那三途也离苦，那个味道就可以超度他们，让他们脱离饥渴，佛力加持超度。所以呢，就会用食物来做啊，因为以前魔鬼障碍佛教啊，那个赤松德赞国王请了西藏的宙斯神通莲花生大师来，莲花生大师叫国王，就今天一样准备很多很多种食物。那国王说，我是叫你来赶鬼抓鬼，准备食物干嘛？莲花生大师说，佛教是用慈悲的方法，
替他们供佛，布施给他们食物，再来调伏他们呢、所以这些鬼就不障碍，还称为佛教的护法啊。所以呢，如果各位身上有附着孤魂野鬼，对你就不好，睡不着觉，脸色苍白。为什么？他会吸你的精气，你吃了很多饭菜，那个精气就是你的营养，把你吸走了，所以你就会脸色苍白。啊，就像癌细胞一样，癌细胞就专门吃你身上的营养，你吃的越营养，肉越多，它长得越快，然后你就死亡越快。所以呢，就得癌细胞以后就不要吃肉啊，吃有机蔬菜啊，啊，对它修功德啊，它不会吸你的精气，然后你就身体就会恢复啊。所以我们做烟供，这个十个功德字比较小，我们念一遍啊，当然希望大家有信心。以后你只要点香供佛啊，那个香吹出去就变成下师啊，上供下师就是在做烟供了啊。念一下29页，一，帮助鬼道与非人，鬼道与非人之众生都有饥馑困乏的痛苦，烟供对于中阴身及恶鬼道的众生和累世冤亲债主有很大的利益，能免除其饥渴之苦。此外，对亡故亲人有着更大利益与帮助。对刚往生的亡者，七七49天之中，有着最大利益，因为亡者已无声相，无法取得饮食，只能以闻香为食。因此烟供对中阴身之亡者有很大的帮助，既可为亡者做上供的功德，又可令亡者获得利益。所以我们今天去联军公墓做了4、5盘，用铝箔盒也不会弄脏地上，做个烟供，哇，那个味道香啊啊，那他们中阴身或亡者就吸这个味道。我们不是光给他吃而已，因为我们给他吃的同时给他念佛诵经持咒啊，让他得到超度啊，所以食物为方便。就像各位说，你跟缅甸人说，来来来，来到观音寺，一个人给20万，哦，全部都来了啊，我要请你吃素，哦，都来了，在这里面再跟他谈佛法，让他们皈依三宝，所以先让他得到暂时的安乐，又让他就近解脱。那是要帮助，特别是刚往生49天的人，刚往生49天，特别用味道做食物，所以那个时候各位拜拜就要拜那个有味道、很香的饭啊、水果。但是你会发觉，拜往生者那个味道一下就没有了，你再吃那个水果已经不好吃了，因为它已经精气被吸光了啊。特别往生者多的时候，就会变成如此。来，第二，解除冤敌。所有六道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冤亲债主，我们应以欢喜心去利益他们，共施六道众生和冤亲债主，可以清偿过去的业障。对一个菩萨来讲，只要有众生在受苦，都是他的责任，就像欠众生债一样啊！你不去超度众生，反而你也会生病，你努力的帮他们减低他们的痛苦，也可以消除自己的业障，所以这样他就不会找你。就像你爸爸生病，那爸爸没钱一定要找儿子啊，啊，那爸爸没超度，祖先没超度，儿女一定不平安啊，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一定要超度祖先。你不超度祖先，做儿女的保证身体不好，生意不好，啊，所以各位无论做任何功德，一定要先回向，来回向往生父母。回向往生父母，回向七世父母，回向七世父母，啊，回向历代祖先，回向历代祖先，啊，这是首先要回向。再来呢，回向冤亲债主，啊，你欠他债的，杀他、吃他、堕胎他、伤害他，啊，你也要回向给他了，啊，解除冤敌。第三，清净恶业，借由烟供恭请供养诸佛菩萨以及护法空行众，令其欢悦而赐加持，远离人与非人害，其他如噩梦、灾祸、预兆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也可以得到清净。所以做噩梦啊，碰到坏事啊，赶快做烟供啊，来供养诸佛菩萨，回向给冤亲债主，
这些不吉祥事情都可以消除，这叫清净恶业。所以经典说你得癌症很严重，那你只要14天做施食不施荒郊野外，重大癌症病苦都可以消除啊！这就成为佛教放蒙山啊，放焰口啊，布施给孤魂野鬼啊，它是消业障最快的方法。第四，反过来健康长寿，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过去的恶业所产生的，因为它是宿债，是需要偿还的。偿还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做烟供，可以减除病苦，得健康长寿。还有鬼道与非人众生所引起的疾病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碍为缘。比如说现在有人得到绝症或癌症，无论如何吃药治疗也都没有效，在医疗同时也可以透过烟供的修持来治疗疾病。所以每次我们去看人家生病了得癌症，我们一定帮他做，哪怕一杯水七颗米捏一捏放在他床下，接下来就很好办事了。我还认识一个病得很严重，他家里不知道怎么办，他在北部我在南部，我马上帮他做烟供又做药供，做完了刚回向完6点他就舍报了，没有痛苦。所以做烟供也可以消除他的恶因缘，那如果他能够活很容易消除业障。所以我大哥得癌症在美国，我就寄烟供粉给他了，你做烟供我都念好了，你就负责点就好了，顺便点个灯，就给他就健康的回到台湾来。所以各位这一点你要相信啊，我讲了施食蒙山焰口，那做烟供的好处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做，一支香一个烟粉一点它就燃起来香香了，念最简单的嗡阿吽啊，然后辨识咒，然后就回向，最简单的啊，不分在家出家。第五，大家都希望富贵安乐。来，烟供除对他人有利益之外，对自己本身而言可累积无量功德。佛陀曾在经典中说过，若要成为富有之人，必须先行布施与供养，否则无法如愿。不论是否修持财神法，若未行布施供养，皆无法致富。所以常常举办烟供，可以迅速累积富贵安乐的资粮。所以烟供可以布施给那些最可怜的孤魂野鬼，而且孤魂野鬼无量无边。人的数目如果是地球指甲的土，那畜生道的数目就是地球的土那么多，佛经这么说。那如果畜生道的合起来就是指甲的土，那鬼道的数目就是地球的土如果鬼道的数目合起来是指甲的土，那地狱道的众生就等于地球的土。所以各位太可怜了所以你做一个烟供布施给他们。所以华人的习惯在门口一定要拜个好兄弟每个寺庙每天都要放蒙山施食一下。只是有时候有可惜就是寺庙都把蒙山那个就放在那个柱子旁边，放在柱子旁边众生吃不到了，不敢进来超过75公分他也吃不到了。所以佛经里面说了各种正确的方法，我们还是应该学习。那做烟供的好处是一做风吹到哪里那就布施到哪里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发给各位烟供香，已经做好了，用食物跟药做了，你只要一点下去就 OK 了每天就点个一根在门口，那这样就可以有发财。不然你一直求财没有用，佛教叫因缘果报，有布施的因求财的缘，然后就会有那个果报。没有布施的因，如果你不是汽油你怎么点火都没用再大的火也起不了火所以有布施的因，包括求财的缘，念财神咒念准提咒那才会达到那个果报。但是我们修行人不是为了自己富贵安乐在修行，愿自己有这个功德力，走到哪里哪里都发财，好不好走到哪里布施健康给别人嘛。第六，处所吉祥，商行机关，住家乔迁新居，恶疾染身，子女乖逆，家庭不和，生意不顺，以诸佛加持之烟供力，可除尽一切秽煞，令所居之地成祥和福地。每个地方帮他做烟供，那个地方就吉祥，那边的人也吉祥，
啊，所以你希望生意好，很简单，慈悲就是最大的功德。你希望子女好，你希望大家不要生病，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做烟供。五月份要去欧洲啊，美国啊，英国啊，加拿大，做到警察都来啊，对不对？也有功德啊，功德更大啊，所以但是到处做啊，所以因为警察来，你们在干嘛？烧给神吃，真的吗？就是这样，要尊重宗教啊，啊，但是至少是安全第一，特别海边坟墓区，各位要慈悲啊，那些坟墓区也太可怜了啊，所以如果你帮他做做，那边吉祥啊，那边快乐。各位永远在你家里门口一楼点个烟供粉，放个烟供香，处所吉祥啊，全家平安。第七，哎。天龙地起永护，烟供的缘起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寺时代，当时有许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碍盖庙，白天辛苦盖的庙到了晚上就被破坏，而当时吉护堪布在不得已之下只好请莲花生大寺前来解围，莲花生大士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来做烟供的法物，包括菩提树、白檀木、野蒿、乳香、绢帛等树，以虔诚的心意供养，终获魔鬼地神的喜悦，并帮忙盖庙，最后使得盖庙工程顺利完成。后世的人虽承袭了这个方法作为除障增福的最好修法，在西藏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都以烟供为吉祥缘起。好，所以各位寺庙外面摆个大炉，如果那个香都不要间断，大家一直点香点香，这样一直布施。台湾那些龙山寺啊、行天宫啊，好像24小时都在做烟供，所以各位你还是让它不间断，像华人有做那种一次都一个月的，就挂在那边，对不对？上供下施那力量很大，但是最好是清净的木材或是有药材的这些花草树木拿来做烟供。所以各位以后最好在你家土地种一些药材，那做烟供的时候就直接拿来烧，哇，那个香，那个最香了，那个是直接药，不要把它晒干，晒干一烧就不见了，不晒干的药材直接烧那个药的味道啊，布施给众生，来加上一点米啊食物，又有食物又有药，布施那些鬼神高兴啊，就像今天他要来抢你的钱，你不给他就杀你，你干脆在门口就给他了，他还做你的守卫了，不准别人来抢你啊，为什么？因为你给他钱了、啊、所以天龙地起永护就不破坏，所以释迦牟尼佛又显现成赤松德赞国王，莲花生大士也来从印度来到，莲花生大士就是阿弥陀佛的示现啊，所以这些佛菩萨就用各种的方法来示现，来利益众生啊。因为佛陀虽然示现了在解脱道，但事实上诸佛菩萨不会间断了，他会示现各种形象啊，皇帝啊、出家人呐 啊来帮助佛教，不断推动佛教。第八，速获功德。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若不行布施，无法开悟成佛，而烟供布施供养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国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所以佛教的基本就是布施，所以以后各位拜佛也要这样观想，当你拜佛拜下去，我把我身口意所有功德供养诸佛菩萨，那是最聪明的拜佛。我的生命是供养诸佛菩萨的，诸佛菩萨不会害我们，诸佛菩萨要我们去做好事的，利益众生啊，这样可以达到无我。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就是我慢我执，觉得我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你拜佛的时候是把自己完全供养给诸佛菩萨了。佛教的方法，不管你念经念佛，都是在布施，布施啊，那特别做烟供是直接的布施，所以佛教里面大法会办水陆梁皇盖寺庙，一定要经常放焰口啊、蒙山啊，这样才会有福报啊，不会有障碍。所以各位中国人都知道，哎呀，门口初二十六要烧烧金纸啊，布施一些饼干啊，不然没生意的啊。所以事实上我在台湾初二十六，大家门口都在烧，也在做台湾火供。烟供很可惜，把烧完了，
只烧完了食物拿去自己吃掉了，这样不圆满。标准是那些食物拜完了，那不是给穷人啊，对不对？不是给流浪狗啊，烧一点点啊，纯粹的布施，而不是说我喜欢吃榴莲，买榴莲来拜，最后还是我自己吃。你的动机根本不是拜，是我自己吃，对不对？所以我就买喜欢吃的，那这个叫人跟鬼抢啊。鬼是无量无边，你干嘛跟人家抢呢？啊，所以你要布施给鬼道的那些，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人，通通要布施掉啊，不要留啊，啊，会留一点点，天道人道都可以带回家给没来参加法会，让他吃一下得到功德了，其他的都是把它布施掉，不吝啬啊。第九，可满所愿。由于烟供具有供养和布施之福德，故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习增怀诸四种事业，或诸佛菩萨之加持，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引导众生成就解脱。尤其是人世间之诸多恶缘，可得到转轻或熄灭，种种愿望亦可心想事成，满足一切祈愿。烟供不仅可满众生之愿，于祈祷文中亦提到往生净土，所以亦可帮助众生脱离轮回。所以做烟供可以满足上供三宝，下施六道有情。各位永远记住，大乘佛教不是我在拜佛，大乘佛教是我代表六道众生在拜诸佛菩萨，前面是菩提心，后面是大悲心，以一个无我的空性在拜佛。所以你一个拜佛就符合了菩提心、空性、悲心，这样在上供下施。永远记住这个，供养水也好，供养灯也好，都没有一个我啊，前面只有一切三宝，我承担了六道众生的苦，所以我为六道在上供下施。所以做烟供也是如此，点一支香供养三宝，布施给六道众生。如果能够如此，就可以达到四种事业，叫习增怀诸。习就是痛苦的停止，增就是福报、金钱、智慧的增加，怀呢人缘好、法缘好、信徒多，叫怀；诸呢障碍消除、断除、断除。所以做烟供可以满世间的所有的愿，甚至我们希望祖先往生者得到食物、得到药物、得到甘露，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透过烟供为他们念佛啊，啊，观想他们坐在莲花得生净土。第十，速证佛国。据慈心之佛弟子，应每天修习烟供，记住恶鬼道和地狱道和中阴身，不令一切众生闻香得食向善，如此日积月累地分担如来家业，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资粮。其烟供无边利益功德，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业，并令障鬼神转为护法神，不再作祟，消除所知障和烦恼障，迅速累聚福德智慧两种之粮。所积聚的福德可使我们成就色身和报身，所累积的智慧可使我们成就法身，来成就佛果位。所以慈悲不能间断，就像各位要呼吸，呼吸就是慈悲，把众生的痛苦纳进来，把我们的快乐功德给对方。所以作为一个有慈悲心的佛弟子，每天都要上供下施。你忘了上供也没关系，至少要下施。佛菩萨你不供养他也不会怎么样，供养只是代表我们的虔诚信心，但是佛菩萨的对象就是这些可怜的众生。所以各位不能忘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以以后你在念佛不是为了自己往生净土在念佛，你在念佛的时候观想我在地狱道里面念佛，我在恶鬼道，我在畜生道，帮助那些每天被杀掉的动物。你要有这个慈悲心来念佛才对，这个才符合一心念佛。一心念佛不是我只顾念佛我什么都不管，一心念佛是不离菩提心，不离佛的心念佛，叫一心念佛。那你要发菩提心，不能够离开悲心，悲心你不能够离开六道受苦众生。
所以前面摆了这六道众生，我们为他上供，等一下这些食物还要为他们下施，那这样来做我们就可以转变，而且呢藏鬼神都成为护法神，但是最主要目的为什么来快速成佛，广度众生啊，我们不是为了成佛在修行，是为了度众生，但是为了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离开了悲心也不可能成佛，成佛度众生以后，来念一下，轮回是净土，那你就必须生生世世来轮回，一直轮回，直到六道没有痛苦了，你的轮回才停止。所以各位先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趁愿再来广度众生啊！但是为了如此，不能离开悲心，那为了要慈悲，天天放生很慈悲，但是我们没办法天天放生，没这么多钱啊。但是各位用水用烟供，你闻得到看得到，你就有这种相对慈悲心。如果你要从相对的，比如说有个病人叫你去念阿弥陀佛，你才会认真念，如果没有病人你就念了，那就会打瞌睡。所以要从有的苦的对象来念佛，有悲心念到这个相对的慈悲心，变成绝对的慈悲心，变空性，这个叫自然无虚伪的慈悲。但是你不能离开有的对境，有的对境最快的最快的方法就是爸爸妈妈，你最爱的最疼的人，你感受到他的苦，所以慈悲心必须有感受，你不能把慈悲心放在课本上放在佛经上认为这个有慈悲心，慈悲心是一种自然的感动跟感受，你的儿子跌倒你心很痛，这个叫悲心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悲心啊，念牌位什么时候念完好累哦，这样啊，甚至我有些菩萨去助念，师父我念了老半天他也不断气也很累，我说你太不慈悲，你念你没有悲心，你要一直他最好活着，等一下还起来喝水啊，不希望他死掉，哎呀我好累啊，你最好赶快死啊啊！那你没有慈悲心念佛要干嘛？所以各位你要有悲心，悲心就是要看到爸爸妈妈，念来父母为首有情重，所以你一定要想到爸爸妈妈，像我爸爸往生了，他随时都会来看我，我的妈妈还活着，这是我修慈悲最好的助缘。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孝顺，这个人不用谈佛法没有用，你以孝顺父母的方法来孝顺所有的生命，你要有那个感动，要有那个感受，所以众生都是父母，所以只要有一个爸爸妈妈没吃饭你不想吃饭的，所以各位你要时时刻刻布施给他们水啊烟供啊，为他们点灯啊，等一下我们用完斋大家为他们点灯啊，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啊，让地狱都变成净土啊。所以做烟供有这十种功德，那希望各位都有这十种功德来布施给对方，也利用烟供来培养悲心，就像你天天放生，那你有了悲心以后修什么法都对，念佛诵经打坐，打坐证阿罗汉也是为了众生，那就变菩萨了，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啊！所以各位来，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世界。为什么佛陀讲空性？什么叫空性？这个世间没有单独的个体存在，所有的存在都互相影响，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在这边做好事，缅甸有没有受影响？世界有没有受影响？所以这个世间叫缘起性空，凡是存在都是互相有关系互相依存的，你一动对方就在动，所以这个世间随时都在动，叫互相缘起，人不能离开树，树不能离开人，因为树没有人给它二氧化碳树会死，人没有树给我们氧气树也会死，所以人不能离开树，树不能离开人，人影响树，树影响人，不是光树，山河大地，这个世界没有蚊子全部人都会死，因为蚊子叮那些动物，动物才有免疫力它才会长大，就像小孩子不发烧会死，这个世界没有蜜蜂所有人类都会死掉，花草树木就不会长，然后呢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这个世界的缘起法互相影响，所以念一下，一切法为心造，所以大家有一个悲心，你就在影响这个世界，你今天所做的父母就会长寿，祖先会超度，冤亲债主会化解，地狱会净化，国家社会会吉祥啊！所以一个人修行世界改变，所以经典说晚上持戒过午不食的人，地方的恶鬼道不会吐火，所以南传法师晚上没吃饭有没有功德？功德很大啊，因为他晚上不吃饭恶鬼不吐火呢啊，那加上我们大乘的又施食给更多的恶鬼要超度他
不吐火，还是消极的，又要满足他，又要超度他。那无论如何，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这个世间没有道教就不可能会有佛教，没有印度教也没有佛教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原来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行为都在影响了世界，影响了众生。所以帮助众生，帮助世界才是帮助自己，这个叫空性。因为有空性，所以你跟世界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有关系。请问缅甸跟美国有没有关系？跟地域有没有关系？你中国人存在跟非洲人有没有关系？互相的啊，没有一个法一个人可以单独存在，所以叫缘起性空，诸法无我，互相影响。所以互相影响，所以叫诸行无常，随时都在变化。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了解佛法以后，你要有这个空性。所以我们做烟供的时候，祈请三宝，供养三宝，代表六道啊，随时刻刻。所以各位走路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要念什么来？当愿众生啊，因为你每一个动作都在影响世界。你在穿衣服，希望大家都有衣服穿，希望大家都离开啊寒冷。你在吃饭，以后你在吃饭，不是你在吃，这个味道啊，好香啊！供养诸佛菩萨，这个味道啊，布施给鬼道。你在吃饭也在上供下施，你在呼吸也在上供下施啊。所以要让自己跟世界合为一体，让世界跟众生合为一体，这个叫清净法身空性，无有分别。佛就是证入这个法身啊，跟世界合为一体。所以一个众生在受苦，佛就在受苦；一有众生不得度，佛就不入涅槃。因为佛跟众生合为一体，这个才是大乘佛教的精髓。各位开悟了没有？所以背一下，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你乱破坏水土保持，你乱破坏河流，破坏树木，就在破坏你的肺部，就在破坏你的血液。所以我们要如何做？来，成熟有情啊，庄严国土，要让所有有情众生都超度，要让这个国土世界都变净土，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目的。那各位了解这样，那你就了解佛法。了解佛法不是说你要读很多经典，但是你要以正确的思想去读经典。如果你的没有这种正见、空性、悲心，你读了再多的经典，那不过是个文字，甚至会让你骄傲。我读很多，你没读啊？如何如何？所以各位要拿捏到佛法的重点。来，请问观音菩萨在哪里？在你心里面。你讲慈悲即观音，孝顺即地藏，智慧即文殊，清净即极乐。所以每一个佛菩萨都是你内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显现阿弥陀佛；你念观音菩萨，你显现观音菩萨。这算是你有悲心，所以众生都有慈悲心。一只老虎也有悲心，他对自己的小老虎很好，这就是母爱。所以只是说老虎对小老虎好，对羊不好，他会吃羊啊。如果老虎破一切相，小老虎跟小羊都是小的，我要照顾他，老虎就有空性悲心了啊。所以我想众生都有佛性，本来就有啊，所以这个佛性只要你开发出来，平等了对待所有生命。所以各位会不会怕鬼？不会，很爱鬼。鬼可以成佛，鬼啊来多一点。鬼只是一个名字，它的本体是佛性。你要把它当作佛，法华经讲，你把它当作佛，鬼就变佛；你把它当作鬼，它永远变鬼。所以不能有分别，众生都可以。你要用什么善巧方便，让鬼可以成佛，让小偷可以变皇帝。所以各位要思维这些佛教的基本道理，要让自己能够找到佛法的精髓啊！不是说你盖了几百个佛塔，整个缅甸都变成佛塔，如果不了解佛塔的意义，那就浪费了。佛塔代表佛的菩提心，佛塔代表一个修行的次第，佛塔代表佛陀的法身报身。你要每一个人，所以佛陀叫我们盖佛塔，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大金塔，好不好啊？所以各位那天去拜过大金塔，请从今天开始，你走到哪里要观想自己变成大金塔，众生走过我，众生都得到这个塔的光的功德啊！你不要再做你自己了，所以要跟大金塔合为一体，我就是塔，塔就是我
我们供养大金塔也在供养自己一样，我们庄严大金塔一直给它贴金贴金，你要让自己贴金啊，啊，什么是金啊？来，功德庄严，要让自己啊福慧庄严，有福报啊，有智慧，你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大金塔，去照亮别人啊。那我想，大乘佛教不分在家出家，地藏王菩萨视线出家，观音菩萨视线在家，那希望大家走到哪里都在做烟供，这什么意思？你只要今天放生烟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你走到哪里，这个功德一直到你成佛都跟着你。所以各位，你走到哪里都要这样念，来，跟我念一下，嗡阿吽，就是说你把你累劫累世的功德，透过你的身口意叫嗡阿吽，布施给对方的身口意，所以对方的身口意也消业障，也得到功德，嗡阿吽。啊，就像我出家了，我做了很多功德，看到我妈妈在台北，我就赶快跑回去，嗡啊吽，全部倒给妈妈。但是我倒给妈妈，我功德更大。为什么？你越舍越布施，你自己的福报越大。啊，但是你要把众生都当作妈妈啊。所以各位，你修的功德，你今天点了一万盏灯，我们那天叫大金塔，点了一万盏灯，已经把功德回向给众生成佛。这个一万盏灯的功德，你走到哪里都跟着你，你只要眼睛看对方，对方就得到了一万盏灯的功德，供大金塔。所以我们从元月一号到今天已经供了多少？念一下，187万盏灯。啊，念一下，随喜功德，杀度杀度，那功德变你的。所以人家问你，请问你去缅甸点了多少灯？187万盏，还在增加当中。你去缅甸救了多少生命？天天放生。为什么？所以佛要我们大乘佛教，你所做的任何功德，以慈悲心为动机，做的时候很认真，叫空性，做完以后普皆回向，六道有情同成佛道，那这个功德永恒不失，这个叫什么？来，净业，清净的业，不要造恶业，也不要执着善业，我们做很多善根回向给众生，了解空性，那这个业永远跟着你，那生生世世不管你投胎在哪里，对方都可以得到你的功德啊。就像你赚了1亿美金，你的儿子可以分享你的1亿美金，你的爸爸可以分享你的1亿美金啊，因为你把众生都当作你的父母兄弟，然后呢来大做功德。所以希望大家用这样心态，并不是说把食物烧掉，你这样讲就错了，食物供养了，布施了啊。如果说你把食物烧掉，人家说你好偷贼啊，好浪费，对不对？我们不是把食物烧掉，是把食物供养三宝，回向众生，这样产生了善供下施的功德。所以我们念完，我们就开始布施了。33页，布施食物可以得到以下20种大福德，你通通得到，以这个功德也布施给众生。你家施食功德，在甘露未经云，若当来世能持此经，当知世人以为遍摄20种大福德聚。何谓20？译者，现在不为饥渴、穷厄、疾病、衰祸恼扰身心。二者，人有所食啖，若不美，皆成上位。三者，其人所入野道，虫毒、和合、草药，终不能伤。四者，其人鬼神、罗刹、精魅、魍魉，观之如佛。五者，其人诸佛菩萨、天仙、龙神，护如眼睛。六者，其人所有疫病，若业若魔，不能近身。七者，其人寿命增进，卧安觉安，处事吉祥。八者，其人爱旷野、伐草、水草，自然称是。九者，其人头貌一悦，肤体光泽，无有恶色。十者，其人常逢善游，乃至菩萨现为侣。复次，一者，其人未来长生刹利王家；二者，其人具足舍利受乐持变；三者，其人长生诸佛菩萨前。有20条，这个印刷是印了13条
好，下回再补给各位。那等一下我们要用晚斋，外面的十方法界呢，等用完晚斋，天黑一点才烧。为什么？这个越黑啊，众生越多了啊，所以超度本来就应该晚上七点以后，乌漆抹黑的啊，那个时候呢，功德更大一点，孤魂野鬼来的更多。所以我们用完晚斋啊，再来回向。那现在发给各位一张这个，各位就自己看了。缅甸传统佛教文化，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缅甸的目的，请教老和尚啊，找出很多解决生命痛苦的答案。啊，这个答案我们再把它整理。这次来也有很多答案，我们再给它整理，再印成中文、英文，弘扬世界。啊，因为缅甸这些传统文化非常好，比如说头痛。这上面有写，我们都试过，真管用。头痛的人拿个铁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五分钟念念，哎，头不痛了，管用。啊，这是缅甸佛教才有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也会念欧玛尼贝面吽。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变成大乘佛教，愿大家都不要头痛，用这种方法啊。两个夫妻吵架怎么办？夫妻吵架怎么办？缅甸佛教说，拿夫妻的相片来，用红色的圆圈画起来，用红线绑起来，两个就不会吵架。啊，加上我们大乘佛教又给他念准提咒、大悲咒，吵不起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缅甸佛教，他们这些老和尚传下来，我们现在都在参访，然后把它公告全世界，所以印好了。第一条说，脾气不好人怎么办？每天供水。啊，清凉的水供在佛前，再把那个水喝下去，就可以消火气，也可以消脾气，就不会、嘴巴破叫火气大。所以这上面都有写。精神忧郁症怎么办？礼拜一的时候供七颗柿子在佛前，替精神病者、忧郁症的，礼拜一都供养，然后这个柿子就给别人吃。啊，那大乘佛教更重要，你没有忧郁症，你也要供。回向给全世界所有忧郁症、精神官能症的，替他用七颗柿子啊供养，所以这个传统文化非常好啊，这世界的财产。那我们这两天大家去问了很多问题，老和尚也给我们很多答案，然后呢，我们就再把它整理好啊，而且透过实验啊，因为各位去做了，因为各位是真实的那些状况，做了以后改善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答案公告给全世界的人了。所以这一张各位也就拿着啊，然后就要用晚斋了，用晚斋。然后这个食物，各位今天晚上可以带回家给家里的人，没有来参加法会的，吃了他也得到功德，好不好啊？这三盘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替他们供养的。这个可以给人类吃，但是如果你是拜鬼神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吃。人不要跟鬼神抢东西吃，了解吗？啊，并不是节不节俭，有些人说超度的米拿回家吃，保证你气色不好拉肚子。啊，因为超度的米是给鬼神吃的，啊，他们已经够可怜了，我们就不要节俭了。啊，但是供佛的，供佛的啊，那是善道的，就没有关系了。好，大家就等一下，麻烦各位一人在外面点一支香，招请更多你的父母祖先再招请一次，好不好啊？让他们快快乐乐的吃，享受功德。外面有很多灯，如果还有灯，大家把灯点一点，好不好？点在外面啊，晚上替他们供佛的灯，让他们脱离爱别离苦、孤独苦啊，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所以大家就要开始用晚斋了。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先忙会医师，正确清洁手部是非常重要的防疫措施，会使保护咱避免因为手部接触到病毒，煞来感染疾病。在外口无方便单洗手的时阵，会使使用酒精含量60%至80%的打洗手产品来清洁双手。请记哩，爱使用有够量的打洗手液，确实绿色双手、手心、手背、手掌旁、手掌头、手腕等所在。而且至少应该甲录20至30秒，确保双手的清洁。嘛提醒大家，伫咧出入医疗院所、公共场所、坐大众运输前后，也是食饭进前、挂嘴炎前后等等的时机，一定要正确将双手清洁清气，才会使保护家己，远离疾病的威胁。羊羔报恩。民国年间，有一位沿街说唱的艺人阿和，他从小便双目失明，只能走街串户讨口饭吃。喂，瞎子，别过来了。对啊，别靠近我们，不然打翻了我们的食物，你可赔不起的。先生小姐，你们在这里野餐呢，真不好意思，我立刻走。朋友，来吃个馒头。啊，谢谢谢谢，您真是个好人。心善终得善果，我帮助了你，自己也会得到福报，所以你不必这么谢我。啊，这个世间真的有存在福报善果吗？当然了，善恶终有报的。如果真的是善恶有报的话，那为什么那么多恶人活得好好，而我什么坏事都没做，却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你知道吗，前世你是一位酷爱吃鱼眼睛的富翁，一生吃鱼眼无数，所以今生才会变成这样。老人家，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曾经有一位僧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今生你多多行善，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难道我的眼睛真是因为前世的果报？经历了太多人间冷暖的阿和，渐渐的也开始相信因果有报，他开始尽自己的所能行善积德。又被我们抓到了，给我狠狠的打，可恶的小乞丐，竟然又敢来偷我店里的烤鸡。老爷，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求饶也没有用，我今天非打断你的手不可，看你还敢不敢再来偷了。给我狠狠地继续打他。不敢了，饶了我吧。那边是怎么回事啊？一群人在打一个小乞丐呢，好像是那个乞丐偷吃了他们店里的烤鸡。哦，喂，你走远一点，小心被打到。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呢？哼，这不关你的事，你这个瞎子，走远点。他偷了我们店里的烤鸡，你说该不该打？那只烤鸡的钱我来付好了，你们就放过他吧。啊，好吧，如果你愿意付烤鸡钱的话，我就放过他。给你。好的，既然这样，那今天就放过他吧。要是下次你还敢来偷东西吃，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小朋友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呢？谢谢您，我没事。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去偷东西啊？如果不是饿得不行了，我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偷东西。是啊，他如果不是饿坏了，怎么会冒险偷东西吃呢？来，你拿着，
以后饿了就买点东西吃，可千万不要再去偷东西了。啊！谢谢，谢谢。阿和，你干嘛把钱给那个小乞丐啊？很多学佛的人告诉我，这辈子我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那都是前世作恶的果报。所以我想在今生多做一些善事，修一些善果。怎么，你还信这些啊？是的，我越来越相信果报了。好吧，希望你的善举能够得到善果。爸爸，难道非得卖掉他吗？哎，我也没有办法。你奶奶生病了，需要钱来治病，家里也就这只羊能卖点钱，不卖掉它还有什么办法呢？小羊，对不起，你到了新主人家里一定要听话哦。你要卖给我的就是这只羊吗？是啊。这只羊又小又瘦，杀了没有多少肉可以吃的。啊，爸爸，你不能将小羊卖给他，他会杀掉小羊的。小家伙，大人谈生意的时候你不要吵，不要插嘴。我不会让你将他带走的，爸爸，求求你不要把小羊卖给他。孩子，他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我们现在急需要钱呢。小家伙，快闪开，母亲是我出最高价的。不，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好吧，若有人可以出更高的价格，我就愿意放弃买他。爸爸。孩子，爸爸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可以把小羊卖给别人，让他们养着，干嘛非要杀掉他？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呢？求求你不要杀掉他，求求你了。当阿和得知事情经过后，再一次心生怜悯，他掏出比屠夫还多的钱递给了那对父子。啊，你知道那只羊的个头有多大吗？你怎么愿意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只小羊呢？我在乎的不是这只羊的大小，而是它的生命。好吧，那我就算了。儿子，这位叔叔买下小羊不会宰杀，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快快把小羊的绳子给叔叔送过去。嗯，叔叔，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他哦，这只小羊可是非常通人性的。小朋友，拿着，这只羊我送给你。啊？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哦。叔叔，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了，我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养一只羊呢？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下它呢？您也不是有钱人，这笔钱对您来说也是个不少数目啊。没错，这笔钱的确不少，不过幸好我有这些钱，否则我怎么能救下这只小羊呢？而你们用这笔钱又能为家人治病，这笔钱花得真是值得啊。看叹人心如铁，终日杀生造业，他身滋养你身，心上如何忍得？为人若遭疾病，便去杀生造业，你愿身体平安，他岂该恕在劫？他真是一个好人呐，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的。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在这个季节里，凭借卖唱谋生的阿和生活得非常艰难。好冷啊，这么冷的天哪里还能讨到钱？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吧。好冷啊，手都快要冻僵了。哎呀，不好！所幸深洞堆积了一些厚厚的稻草，阿和才安然无恙。可是这深洞处于荒郊野外，阿和喊哑了嗓子也没人听到。救命啊，救命啊！大冬天的谁会来这里呢？我还是省点力气吧。好在这里面温暖避风，
否则我就是不饿死也会冻死。阿和在深洞待了整整两天，他随身带着的食物已经都吃完了，如果再不能逃出这深洞的话，就只能活活饿死了。求菩萨保佑我，求菩萨救救我。儿子，你干嘛非要带着小羊来这里啊？因为小羊喜欢这里啊，以前我总是带它来这里吃新鲜的嫩草。可现在是冬天，这里哪有什么嫩草啊？哎呀，这里好冷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小羊好久都没出来玩了，这段时间它总是在院子里叫个不停，一副很焦躁的样子，所以我才要带它出来走走。我只听说过遛狗遛鸟的，你倒好，竟然遛羊。嗯，小羊，你要干什么？他这是要干什么？快追上他，别让他跑了。哎呀，不好，我们的羊掉进深洞里了。哎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爸爸，你快来啊，这深洞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哦，真的有一个人呢。儿子，快回去拿绳子来。就这样，这对村民父子将阿和从深洞里救了出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我非饿死在这里不可。救了你的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当初如果你们有花钱救下这只羊，那今天它也不会掉进深洞里，我们也不会发现你，所以是你的善心救了你啊。行善得善果，看来真是如此啊。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上来